我闺蜜和她老公离婚了，她只说了一句，如果我不翻看她的手机，也许我也会傻傻的幸福一辈子。原来真的没有几个女人可以从男人的手机里笑着走出来，人心经不起试探，手机经不起翻看。如果能够做一知道吗？我喜欢你好久了。心里的话，production.